会有虱子呢，怎么活下来了在这儿？再踩一点，再踩。哇啊！你没做过饭？哇！像你这样的亿万老板，为什么到这儿来挑客呢？今晚上撑着。我说你吃饱了撑着。组长，我郑重向你发起挑战，我赌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妈妈。从早上六点起床到现在没吃没喝，你最主要这节目不是说让我们到第一天就全都死掉了吗？上期节目中，初来乍到梁东村的七位老板通过六关挑战抢夺七间优劣不等的房间，每个人临场发挥可圈可点，最终排名决定了他们今后几天食宿条件的天壤之别。分房大战结束，每个人都怀着既好奇又惴惴不安的心情，开始在村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间房。看看我这个好歹，来来看看七号，这如果要是说，这算差的吗？我不觉得。这还有院子吗？对呀、啊，嗯。七号，对，上头。对，我这景观房啊。还有山景房，山景的，二层还是小二层。嘿。这别墅行啊，就是小了点，比想象的好，是吧？这屋子最起码不潮湿吧？嗯。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了。哇，这枕头有点小。哈哈哈哈哈！哦，是不能爬上去。我这 loft， 我这山景别墅，正经不错。本来今天我是有可能住七号房，结果还有比我更笨的。这里头就是厕所。哎呀，这也是邻居。妈咪你好。在哪儿拉、啊？哇，还有头牛呢！牛，你好，我是喂它的，你好吗？咱们大便小便的地方就是这个，就是哪个？就那套缝是吧？缝就在那儿。对，一定要对准啊。嗯，懂了。啊，这厕所、啊、太现代化了。下一步买饭去吧。这就是我马上要住的六号房。怎么说呢？像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房间我是不喜欢，因为平时生活中我就是睡那种大床。你知道我的床有多大吗？老大。就是还是挺期待六号的，因为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反正我是走了很远才走到六号。我希望里面可以亮一点，因为我怕黑，因为黑呢就是拍上去我脸色不太好，再加上我本身脸色又不太好，我怕黑一块儿去啊。来吧，进了。我到家了。好，给大家展示一下我家啊。这些蜘蛛网也是特意安排的吗？这个都是仿古是吧？还是，所以这是个虫子卵是装饰吗？
这是我们家烧水的壶，就冲这壶，我一般不喝水，好不好？哟，其实不开开也行。啊，这都是我跟主人的喜好比较相同，喜欢一些中国的山水画，更能体现出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祖国的大好河山。什么？我长这么大呀，最遗憾的就是没住过别墅。那也算故意撞我的箱子是几个意思？天无绝人之路，主人把藏宝图留给了我。我现在拿着这个贝壳本，都闻到了一股那种纸的馊味，说明它一定是……算了，咽不下去了。这到处蜘蛛网也没人管了，这之前是有人住吗？人出去打工了。出去多久了？不到一年。哎，尹凤姐抽到三号了，我也就放心了。想想尹凤姐要是住这样的房子，她应该是也跟我一样蛮开心的呀，是吧？难道没有看出我心中的喜悦吗？行吧，那我就眯一会儿，你们快去吃饭吧，吃完饭记得回来找我啊。走吧。我真的觉得我这跟睡在外面也没什么区别。家了，我觉得这个家像个博物馆一样，特别像一个来参观的博物馆。啊，满意啊！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这里是没有自来水的，对吗？哇，这都空的呀！我能找一个村民请教一下怎么活下来吗？在这儿。小朋友来，我请教一下你，水要从哪儿来啊？一个很远的地方吧。那怎么来啊？就拿这个桶啊？是提还是挑啊？提过来啊。你能教我吗？这怎么用啊？天哪，这怎么烧啊？用火柴吗？你们家有火柴吗？没有，只有打火机。打火机比火柴更高级。天哪。哎，真的，这是我第一次，我是在电视里看过这个。我觉得我要是在这儿能自己做饭活下去，我应该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我都能活下去了。我的床啊，哇，其实这是，天哪，这能睡？这被褥，其实我相信这已经是他们村里比较好的条件了吧？可是就是会有狮子吗？下面的褥子都是黑的。好吧，铺床了。我跟你们讲啊，我真是从来没套过被子。我上大学的时候，上大学是第一次离开家，然后套被子也是每次换被子都是妈妈亲自来换的，所以木有套过被子呀。哎呀，可以把东西整理得整整齐齐呢，这是我所热爱的并擅长的。平常没做是因为没时间，不是因为懒，是因为没时间。这是长裤，这是短裤，这是短袖，这是长袖，这是睡衣，这是些零碎的短袖，
睡衣还没装呢。我的习惯就是把一切东西都要放在整理袋里面。处女座的人就是有洁癖，有强迫症。这就是我今晚上的窝了。天哪，这被子都没洗的吧？其实我们在家里啊，所有的被套都是必须先洗完才能睡。这哪是头啊？是往那边吗？这房子看着还行吧。真够偏的。是凉快，是真挺凉快，但是特别潮。这就是小燕姐的凉灯四号，不知住惯了高大上豪宅的石总能否适应这里呢？您自己晚上在这住不行，还是得有一人吧，没人陪啊。哎呦，一进到这房间觉得挺接受不了的，就是这个环境确实，就是我想象再差其实也想不出来是什么，因为毕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是还是觉得有点接受不了。您可以这样，就是没那个腿啊，可以去邻居家借一个小床，他们邻居上都有那小床。不是，我自己都买了，有什么不能打电话的呢？那又不，哎呦，我特别不喜欢你这导演，要把你给换个导演。我觉得你老说不对地儿。你说要人有的，谁没事换呢？你都不想想，大家哪有这精力？我还得去借盆借这借那。我昨天的你全都买了，你买了为什么不能自己把自家？我又不是来参加自虐的那个，为什么我不能把它布置漂亮？我都带了，我何必跑别人家借去？这该老板也知道什么该弄什么不该弄，而不是你真的你觉得是虐待我们高兴是不是？那不是，那为什么你要让我病了？第二天我根本没法再录了。你都不知道现在每个人的体力已经到了，你最主要这节目不是说让我们到第一天就全都死掉了。好，一会儿那个我让那个助理，你最后你这人的体力全没有了。你们要表现的是老板在这做饭自己打水，但是不代表自己还得变，我上哪变去？这已经都快命都快搭里头了，老板不说不代表他真就体力。你算算，从早上六点起床到现在没吃没喝，你想想大家都是人，你要做我的导演，你就让我病倒了，你有什么好的？你想想点有创意，没创意的你别说网络，不需要导演。还有好东西 music， 我是准备了两个，故意给他没收去一个，再给一个啊。这个收了吧，这可不可以？除了平板电脑跟手机一概都不可以。看多好，为什么不让我们听音乐？是不是？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糊涂的规定。我们只要有音乐，没有吃的也可以，没有喝的也可以。有没有感觉这房间活了起来？他们为什么要折磨我们？放点杆子还行。哎，这东西太差了。第一次，这个火不行。他这个确实不科学。他应该
有个烟筒把它冒出去。叫什么？西红柿，西红柿挂面。哎，你这歌挺好听的。啥？下载的歌？是。哎，你收音机不是被我收走了吗？啊？老龙借的。问老龙啊。老龙借给他。啊，问问问当地的农民啊。哎呀。不能拿群众的监视。没有了，可以。啊？可以。花生农民是吧？对。哎。就是他自己的，那我得收了呀。为什么？收了，除了手机跟我这，他这个创作是要有灵感的，你知道不知道？不行，来，编导把那个音响收了，等节目结束之后归还群众。是，哎，陈总做完了饭以后要准备干活了，叫村头安排任务了，好吗？好。不要再让我发现还有规矩之外的东西，否则的话我要扣你工分。太残忍，还有多远啊？还有二里地，下去了。对，下。走完一半了吗？一多半。一多半，就下就到。啊。是我到目的地了。我的三角一号法虎来了，梁登一号，梁登一号我来了，第一名，得来不易，不管你们是什么样子，我都心能接受，因为你们看到这片山景，太美了，好吧，不啰嗦了，往推还是拉推？1、2、3，哦，很棒啊！徐乐，你真是太乐观了。让我们看看他在北京自己家中的样子。看一下，哎，他们吃的房间没有吗？你确定是不是没有？只有我家有是吗？二号也没有。就凭这一点，各位老板，你们看好了。水是生命之母，我住在母亲身边，你们就羡慕嫉妒恨我吧。来来来，给你们演示一下甘甜的山泉，太完美了。虽然水有点小，但是已经知足了。很好，硬板凳最好了，这样对我的腰好。这几天我要清心寡欲，感受我大自然的农家生活。买菜去喽，好饿，不知道他卖不卖做好。哇，都在那儿棕着，天哪！我不知道有没有给国贸版权，国贸要告这个叫拖累，营业执照有没有黑店？再不收现啊！哎，面条怎么卖？50块钱一把，你要注意了，面已经快没了。啊，赶紧来一把吧。没啊，那明天呢？明天要看我的心情了。老板啊，来行行善心，我们这边还要买7天呢。来，哪有七天？有青菜。哎，陈大脸，你要买多久？陈大脸，你一张大脸在这晃了半天，啥也买这么点东西？西红柿多少钱一个？来一个一个来，没有多少钱一斤，50块钱一个。可以了是吧？150。200、250、300、400、400元。如果再买到500，送塑料袋。你那个酱油有大瓶的，不过有大瓶，大瓶的贵哦。大瓶的。300块钱。哦，这倒没问题。这是黑店，太黑店了。400是吧？三吧。还差200。再来啊。来，想买点什么？我先看看，我仔细看看。啊，你那什么东西？那大款来了，大款来了啊！这前面这二货太慢。来吧，你先来吧，你要买什么？我要。我煮的饭盆是。一根大茄子。
这个说。我排队呀。哎，你这二货快点。遥远。那开始开始，快点。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面多少钱？五十。面五十一把。对。要吗？那我来两把吧。要两把，我为啥就吃面了？我不吃面，吃不了那么多。你每次就一把，六千呢？吃不了，你先给别人留点，咱六千。他这不限量，都有。你不用打。我跟你说，你真浪费。我请你们吃饭，一瓶加多少？一瓶雪碧。因为你还吃的挺好，这纯粹是屌丝喝的。我就是个屌丝啊。徐乐排在我前面买东西瞎嘚瑟，你何必买那么多的，又不新鲜，对吧？迷迭吃迷迭再买，我就觉得还是太年轻了，咋咋呼呼咋咋呼呼的。其实还是少说多做吧，我不太喜欢那种哇啦哇啦的在电视机前显得自己高大上的，我觉得他们特别傻。你说什么都有，其实其他的人或多或少买的有点不全。你还要鸡蛋吗？要鸡蛋。面有了，要面吗？要，面条要。你有多少钱？一千一嘛，对吧？但是得改善一下生活。来，小二，把这个。鸡蛋要几个？鸡蛋六。要六个，50块钱一个啊。一类六个。六个，一定要六个。六个。一定要六个。万一没了呢？不就是拿一袋子啊？我给你拿一袋子。对，给你拿一袋子啊。在户外生存，吃和住永远是最重要的。不抓紧把东西买好，很有可能第二天涨价，或者说第二天东西就没了。一千，正好一千。正好一千。正好一千。我应该拿回来100就对了，对不对？我看看。算一算。什么？不是。哦，兜里，对。现在消费最高的是刘家人。他消费了1000元，是我们这 VIP， 是吧？多支持你生意，来，老板发财啊，发财！这一杯，杯油是50，给你钱够了吗？还差50。我刚才那100块钱呢，我兜里总共就1100。100。你刚刚抽了一张100，是啊？你说留100？是。没事，我倒回就是。别！我脱离钱没了，我总共赚了1100块钱，钱没了。来，你再点点。我这不光是你一千，我所有的钱都在一块。不，但我明明是拿了1100啊。600，500，600，700，800，900，1000。我跟你说，黑心的村长，我跟你说，当时我有钱卷走了，还说你刚开始垫了我1000。不，这因为我一分钱没有了嘛，1100都在把菜嘛，再把菜。不，你等等给我留个100块钱零花钱。你要洗，哎，没得找，没有事的找，全是100。你要不我就倒回去一点。别，那我就再添点菜，再添点菜。哇，你这生意真是霸王餐了，菜。我看啥都干不净，吃点月饼得了。先倒一下我。啊？你要喝水哈。这是房东家是吗？房东好，你好，感谢，打扰了。啊，是你家孩子的房子啊？房东好害羞啊。房东要去晚上看电视，就去隔壁看哈。好。吴大哥本名吴求忠，是为数不多留在这个村子里的年轻人。只有小学文化的他，没有像同龄人一样早早的外出打工挣钱。而是把机会让给了哥哥，自己则留在家中一直照顾腿脚不好的母亲。现年35岁的他仍是单身。我姓徐，叫徐乐，你可以随便问我你的问题，我非常乐意回答。就你没有问题吗？要我问你，随便问吧，那个吴大哥。柴火你们也是我们尽管说嘛，说完我还有什么你们懂，谢谢。柴火的方面你们尽管用。好的。其实我只要把柴火点着了，然后下面就可以吃蛋了嘛。生命之火呀。哦，烧吧。提供柴火，敬请尽管地烧吧。还有笔吗？我要回答一个谢谢，太谢谢您了。署名乐乐。好，全国人民
全国的女性同胞们，全国的女性同胞们，这真的是很好的三间房啊！好好想一想吧，千万不要错过这么好的男人哦。这个时候你再怎么拘谨，再怎么害羞，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害羞，一定要抬起头来呼唤一声，这个打个招呼吧，吴大哥，全国镜头到时候都会看到你这一幕，打个招呼吧，吴大哥。其实我觉得吴大哥这样的害羞逗不了很多女生心动，真的，真的，真的。这是谁呀、啊？啊，海涛。这不是杜海涛吗？是杜海涛。同志，你睡觉了？没去呢。睡了吧？看样子已经够够气儿了。没事，慢慢待着啊。要赶快做饭啊。能穿一天出不了第二天。啊，人身体还不错。你干啥了？说你的带挺清醒的，自己做的挺好，他们都在做的。啊？你没做过饭？你们走吧。你真准备今天死？扛一扛到今天下午一半，突然没力气了。我没扛，我刚才想去买，然后不小心睡着了。赶快去吧，我先到别的地方看一看。啊，你先扛会儿。我一定是在做梦。我被活了。从来没感觉到吃饭这么幸福，真的。其实人的幸福感有的时候并不来源于你拥有什么，而是你有什么，别人没什么，别人不光没什么，看着还那么纠结。哎，替我拉了啊。这是你的厕所是吧？为什么贴个这么大的红十字啊？是进去踩粑粑了你？有，哇，这是黑牢吧？哎，那种监狱里的小黑牢就是这样吧？我还没去看我的厕所。你那里厕所很远的。我那厕所很远的。也有猪啊，跟块有锁啊。那我不要那个厕所。我这里面没有猪哎。啊，真的。我看一下。我这是无猪厕。哎，真的没有猪哎。可是他在哪里上厕所了？问题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那里面好像都是。就是随地大小便。着急了，逛不了路。你们去过这个厕所吗？去过。这个厕所在哪儿上厕所呀？这是我新疆的朋友，我的小助理啊。可是那个缝那么小啊。就是这样的。就拉到那里面。那下面有东西吗？有。满的。没有满。猴子。哪个锅子哪个是最好烧着的？最好烧着是这个。哇，全是蚊子。啊，你们都吃饭去吧。那您跟我吃面吧。您吃您那个我做焖面。他们的小卖部卖的茄子太贵了，他们卖根茄子居然收50块钱。就买这一堆买了300块钱，你说他们多过分。300块钱？对啊，他们很多人一会儿就把钱都花完了，我就省着花，我挣了900，我花300，他们挣900，很多都花了。
您是几代人都在这儿吗？几百年了。哦，几百年了。那您那个可真是世世代代是在这儿了。因为我是在一本杂志上看到的茄子焖面，所以我当时就把那一页撕下来了，就看了好几遍。我觉得我可能是最快的一个，就把面色香味做出来就吃了，其实特骄傲，因为这个做饭是我第一次，第一碗处女面茄子焖面能做成这样，我觉得挺出乎我意料的。哎，你说我能分点给陈浩吗？看着他怪可怜的。面还是挺好吃的，茄子刚才有点掰的着急了，太块大了，我可以去给他们看一眼了。但我幸亏搁了油，所以还是有香味。几根才够？四根够吗？这样的？这为什么这是冒油呢？这柴火呀，神了，把炭丢一下。我说有点锅扣上才能。把水烧开。哎呀，这边可以下的三炮吗？你们俩能带我去吗？我们要去，就是那个村支书家。哦，那太好了，你带我。今天晚上你们有人想跟我住，我一个人住。啊，太好了，你叫龙志英，太好了。以后那个阿姨回北京了，给你们俩寄衣服啊，寄鞋，寄包。你们今天晚上有一个人能跟我住，那就。喂，租了，租在哪里？哎呦，挂个。哦，租睡觉了，就是挂个，这大便大在这里，这菜。OK。有人吗？不好意思。哎呀，不好意思。老沈，我这儿来做爱心，你给我泼一盆水。没事，这水还不是很脏。哎呀，不好意思，抱歉，抱歉。真的，我就觉得现在在大城市里，人们缺少这种真诚和质朴。我觉得来到这儿就觉得，他们都特别的质朴、热情，特别可爱。把锅洗了，怎么倒啊？这洗锅？我们好像菜也，饭用什么东西煮啊？水啊，我买了的锅煮啊。用哪个锅呀？你这个锅做饭吧。好，来。好。我们只有这么一点点米，要那么多水吗？要的。快点。哦，完了。我把它全放在盐里面了，倒错盆子了。好，这个黄瓜不要放盐了啊，到时候。青菜、黄瓜、番茄蛋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不做茄子，好不好？我有两个儿子，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最大的梦想是再有一个女儿，女儿太可爱了。而且他们也很贴我，走到哪他们都牵着我的手，不停地牵着我的手。哎呀，人生有三个女儿是多么的幸福啊。对，四点还差五分钟，我先下去领任务，不然等一下我就赚不到工分了，我们明天就没饭吃了。领任务去了。哎呀，这个小腰包蚊子的，真是把扇子、手机、毛巾，
哇，这菜真好。我飞。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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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你看他们因为住得近，看见没有，都把我超越了。张主任，先放这儿了。村民们，要用完再说吧。你要记得不要来这个黑店买东西。这个坏的可严重了。到了，我手上的这个东西，东君今天让我到他的屋子来看他做饭，我们有美妙的音乐，来别说话。然后呢，我说我们的规矩是电子产品只有手机和电脑以及相关的配件才允许携带，其他的不允许。那今天上午的照相机和这些东西，大家如果想用可以租回，在我的店面租回，大家不要一直盯着看着我。大家不要义愤填膺的看着我，觉得我是黑店的老板。所有就是呀，所有的收益全部都是留给百姓的，我自己没落下一分。支持黑店，支持黑店。接着我们就浪费时间了，时间已经不多了。大家来看看，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些工种有这么些，大家可以在任务栏当中选自己要做的工种，但是最多只能做三个工种，如果没有做完。做到百分之多少就按多少来给工分，反正如何评判你拿多少工分在于我们到6点钟收工。那咱俩这里就是啊，那个尹峰，你还是让刘家勇跟你，我去开荒吧。啊，我跟老沈去开荒，我们俩开荒吧。好，你就写上我，你和我吧。好，我就我们俩，老板试验田开荒。那我们三个整理教室第一天，先量力而行。都没怎么吃，也不怎么适应，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三个人干完，一人还分1000。来，陈浩。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村长，这桃粪是我去淘还是我挑？你以为淘宝呢？还桃粪？掏粪？掏粪怎么掏？掏粪把木杆板掀开，把粪掏出来，掏几桶算几桶。这不简单吗？陈浩，加油！陶粪，陈浩，加油加油！好，新一代的石川翔产生了。好，下午要努力干活，哪个活儿赚钱都要干哪个。这个大家都明白，我们这个意义就在于我们未来是要把这些钱用于帮助整个村子改变他的命运。赚钱最多的是挑粪嘛，但是我实在不想去挑粪。我最怕的就我可能突然就吐出来了，那我就这整个工作没法进行下去了。他们三个已经选满了，我就不能再填了是吗？不能再填。你跟我一块掏粪吧。你是编织筐是吧？对。这我看着也是最难的。行，学呗。编织筐还专门技巧在身上，手艺2000块钱了。掏粪，欧四妹是哪一位？来，小姑娘啊，你带着陈浩。带着那位老板去干活，走。哎，我能哎。美女，那几天离我远一点。啊，龙国宝，哪一位？哎，你好，您带着徐乐来。龙大爷，编织筐是可以加我的对吧？对，他会做一定的技术。好嘞，好嘞。老板是野田的开荒，来，跟着村支书去。七位老板平生第一次领到农活，不知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体验。他们能否为村里挣到更多的公益基金呢？防臭的，挡屎的，雨裤、雨鞋，防止掉到粪沟里的，齐了。要不他是到我那儿去掏啊？哎，有幸让一个亿万身家的老板来掏我的粪，我很高兴。你戴了口罩吗？有。小心撞到手啊！够亮吧？够吗？够了，够了，够了是吧？嗯。可以生活。可以，没有他的好，没有你。
哇哇，不多拉点干的，咱稀的。你还挑呢，还干的稀的。你平时是多久掏一次？就是这年掏过，前年也掏过。前年也掏过，一年掏一次。好几次了。好几次，恶心吗？看惯了就不恶心。看惯了就不恶心，第一次看的时候还是恶心，是吧？行了，我看这两桶行吗？拿什么吃啊？有扁担。会挑扁担吗？不会啊。不会挑扁担，那你还是要学一下，要不然的话你会健身上。我演示一个，我看看怎么像。哎呀，凭什么不自己不挑这么多是吗？来走两步，行，可以了，让他拿吧。你想自己挑？他是就做了一下样子，就挑了两步。好，这肯定容易摆的。慢一点啊，别急，中间手要放在这，中间要用巧劲儿，身子要侧着，身子一定是侧着的。对，哎，身子一定是侧着的。好来出去，小心给翻了，小心它翻了，翻点容易翻。受得了吗？好，点还没在中间。我放手啊。没削过笔，没使过。很直了。很直了。好像太原都这边伤的腰。上，我放手翻了。你与其那样不挺直腰杆，我能不能一桶一桶拎过去啊？也可以，你是自己，反正影响你自己的效率，你自己看着办吧。这就行了。今天晚上吃得下饭吗？粪这种东西，刚刚拉出来的时候是成型的，特别有味儿，但时间久了之后，也就变成跟泥土差不多的东西，这就跟人面对于困难是一样的。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恐惧感，你认为你自己从来没有干过，但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习惯。就像刚才那个小女孩一样，在最第一次的时候也犯恶心，但久而久之大家都干的时候，就觉得不算什么。走了一趟下来，你就适应了这臭味了。你说呢？强多了，强多了。还准备再挑三桶吧？对，必须的。一天限量。啊，四桶，我四桶我挑满。好的，挑战一下，不戴口罩。我试试。这桶比那桶恶心多了，我跟你讲。这桶比刚才那桶顺多了。你说你在哪停不好，你到我这儿停就好。跟村长分享。你觉得是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挑粪？这个不太清楚。你觉得吃饱撑的没事干吗？也可能。有可能，真有可能啊。快错来，哎，你有必要放我离我这么近吗？我跟你说，我刚才问这小女孩，我问她，像你这样的亿万老板为什么到这来掏粪？你知道她怎么说？
今晚上撑着。我说你吃饱了撑着。你说句实在话，你听了他这话，你怎么感觉？你我觉得你说的太对，就吃饱撑的。真是吃饱了撑。对，但是呢，我们这个撑的是有意义的，我们通过这些，未来能够让你们有机会也吃饱了撑的。谁说亿万老板就不能挑分了？继续挑。哦。我是把这种体验看作一种另外一种生活方式。那从中呢，我想到了孩子的教育，我想到了公司的管理，那同时我也想到了创业的艰辛。其实我们在创业的时候，虽然没有干过挑粪这么脏这么苦的活啊，但是其实我们从心理到这个生理上，其实都是承受很大压力的，所以有很多感触。哇，全是汗，不是，那是估计是标签，哇，那个标签没撕，都给踩烂了。全是汗，哇，全是汗，里头全湿透了。这雨衣，这是雨衣的那雨裤，不透气。你看，全湿了。干活去。走，挑活去。不能闲着，闲着我就又想吃又想喝的。哎，四妹，拜拜。这个太恶心了，不喝了。咱们三个像步履蹒跚的老人，孩子们飞了下去，这么小的教室啊。讲理吧，讲理啊，大别样，一定让这个学生就应该有学生的样。把这些破旧的桌椅板凳就应该搬出去，让他们在这种环境里学习。搬出去，人家万一要用呢？不会，学习它就应该专门的好的学习环境。我觉得真的没必要，加油。你想，你上学的时候后边那么多东西，多影响小孩上学。在学校的东西你不能随便动他们的，万一他们有用呢？对，我觉得你不能破坏性的建设。这不叫破坏，这叫还给孩子一个纯净的教堂。那这个就不纯净吗？这等级嘛，我觉得不能丢掉他们的任何东西。本来就这样的，那他们影不影响你上学啊？我跟你讲，我们刚刚吃完的饭，一点点菜汤他们都留着，都舍不得丢掉，你还跟人家把桌子丢掉，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先把桌子和地弄了，然后看到时候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弄，好不好？哎，我觉得我们应该有必要把这坑给堵死啊。你先把整理的活干好吧，亲爱的。我们现在需要你帮我们搬桌子，你又去找石头。哎，你能配合我做点正事吗？海涛，你来帮我们好了。这小朋友坐能舒服吗？太挤了，海涛。小朋友。啊。我发现靠他们完全靠不住，我自个儿在呢更快。像家勇或者像我们这些老板，我们都习惯了指挥别人，都习惯了动脑，都习惯了去分析判断并提出指令和要求。但是在今天不一样，因为我今天是一个被领导的角色，任务不是他颁布的，是不是？所以他是不可以随便改变上司的指令的。家勇还没有进入角色，还把自己当成领导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他的定位发生错误了。大家搞卫生，这些草都要拔掉了。要把草拔掉，拔的话你们是有那个镰刀吗？用手拔，用手拔这些草啊？你做个示范我看看。你们这么拔？啊，那来吧，来到哇塞，拔多少了？这就跟拔萝卜一样吗？拔好了。哇塞，我搞了一个最顽强的。对。啊！
用这个扫帚吗？现在先拔完草再扫，拔完草再扫，是吧？好，那我们一起吧。哇，不是，那你不把这土地都破坏了吗？所有的小朋友们，我们只有十分钟，你们跟我们一起好不好？我最厉害！我比你们还厉害！超过你们八个！哇！哇塞！加油！不，我觉得我们在做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草为什么要拔它呢？因为。不是因为每农村这么多草，我们拔得过来吗？是，不光不拔还啰嗦。难道我活了？我跟你说，你在任何一个地方要遵守人家的游戏规则。不，我们来改造农村的，我们来帮助他们，我们让他做更。因为等一下来检查是村支书，村支书是按照校长的标准，校长标准是要求他们这样搞卫生的。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我们的智商有可能会超越。一个说我们先拔，一个是不好拔，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应该先用他们的方式把这件事做了，等到明天或者晚上或者看什么时候，我们再找一个更简便的方式，但是今天我们只有这个办法。就是我们对一项工作的理解不一样，虽然象征是我们要赚一些工分，但我从来认为这个工分不是我们真正的意义，我们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是在做的过程中给我更深的思考是什么，我真正的为这些学校做什么？因为我们的身份毕竟是企业家，我们不是说过来打扫，真正来打扫这些卫生。村长呢？村长，你了解这个村的打扫标准吗？这屋的打扫标准？这个打扫标准我定。啊，你定是吧？那你认为他们在门口打扫这个行为，是不是有多余？因为这块明显是应该我们花点力气，弄点小石子把它堆得平平整整的。那是下一步，现在就是按照小朋友他们常规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完成工作而完成工作，我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首先，当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工具能够改变它的时候，把这些草拔掉，它就可以在这里活动。存在就是用于想办法来改变这件事。其实呢，今天、这是两个部分的事情。我认为我们要真正来解决问题，而不是说做面子的活。那你今天你能解决什么呢？那行，你们的问题就好好今天晚上商量一下吧。这个草拔了之后，它还是会长出来。那但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说今天可以解决得了，而且我是非常在乎说在一个团队里踏踏实实做事的。这个可以，你可以有你的想法，你的想法不管对或者不对，但是你必须要把你的任务完成。奶奶，其实我觉得其实参加这次活动，我们尽可能想着办法帮助梁山村，其实到时候节目一播出来，全国直观的都看到了，我相信会有很多人都在想主意，所以最好的主意就是让我们更加了解你们，了解你。我不能我。十岁的时候就没有父亲，还没有四岁的时候，生了那个头发，十年外土生，然后四十年您父亲就过世了，十年外土生，管干活呢，就是那做，因为小大夫啊，夫妻也比较关心我。当时我内心是蹦了一下，因为一个70多岁的老大爷在我面前，只通过我的第一个提问就把他给问哭了，我内心是很感伤的。其实人的感情有的时候是很脆弱的，因为龙大爷说他4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反正挺感触的。本是一片好意的徐乐，却未曾想到自己的无心一问，竟触碰到龙国宝老人内心的伤疤。4岁丧父的悲惨遭遇，让从小颠沛流离、无依无靠的老人在镜头前流下了泪水。14岁便离家工作的他，因为不识字的原因，一直从事保健员的工作，直到年长后回村，因为出纳的工作才开始认字学习。如今，他和村子里许多老人一样，每天坐在门口前，嘴里念叨着“过一天算一天”。但更多的其实是这些独守在家的老人丧失了对生活原有的信心，这样的画面不禁让人心痛。那龙大爷，我就学您这个编个纸团吧。好，再有多久啊？再有多久？先别再编，说在这，说在这。再拿两根草的。好，再拿两根。再拿两根。好厉害。
木呀布布啊。今天这个瓶挣不到钱怎么整？回头我先啊，就这你再改变。泡凉桶水吧。那大的你再改变。你看了，再弄要穿了有必要，那穿再搞弄不看。你看吃这个偏方是这么的难呢？手工艺品真是付出很多心血的。你因为不会疼到跑不行，我让我买了用那个。我一会儿放弃可以的哈。都可以。因为我一定得赚帮村民赚到钱，赚不到钱我会很难过。我哪怕是提100块钱一桶的水，我去市头也是1000块钱了。你觉得你能把这个矿编完吗？基本上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绝对不可能。所以，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个过程，我已经有一些想法和灵感了，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所以我也正好对着镜头宣布一声，不好意思，我要放弃了。这个我实在搞不定，我一怕耽误时间，我应该赶紧去敲几桶水。今天至少给大家赚个1000块钱，好吧？这桶水到底有多重？我会量力而行的。你们信不信我在挑水的过程中也能有新的感悟和新的想法？在这里挑吗？可以。哎，奶奶好，我来这里挑水。小朋友们，你们都是这个家庭的吗？不是，我不是。你是？你再说不是。没。哎呀，哎呦，你几岁了？今年几岁了？10岁半。你都10岁半了？哎，我觉得你跟我家的大儿子长得一样大哎，我儿子才4岁7个月哦。你在干活吗？我要挑水来了，你不是编竹筐的吗？我放弃，因为我去吃那东西赚不到钱，我得赶紧换。你本来以为编竹筐是很容易的事儿。我是看了2000块钱，因为我想多赚点钱，信你吧。你挑了几桶水啊？刚来，赶快挑，赶快挑。好，来，我去挑水了哈。那个，给您挑水。你刚才说的那番话和你现在一直浪费时间的行为有点作秀了。好，你要干活就赶快去干，磨磨唧唧，跟哎，我跟你去挑水，你赶快去挑吧。老板就改不了这个作秀的本性。在哪挑啊？反正不管你什么，知道。这100块钱赚的200块钱，哎，一个扁担能挑几桶水啊？去2桶吧。啊，是。多不了了哈。刚刚那个村长，他针对我有两个提议，一个是说我不要去那里作秀，跟老奶奶聊天，无助的干活。其实我今天想说几句话，我觉得。第一，跟老奶奶打个招呼，说一声，这是一个礼貌的行为。90多岁老人家不容易。另外就是说，其实这个节目是整个节目组设计的。其实我一开始看完整个过程，我就知道我应该做的是什么。我觉得我一定要在整个过程之中去体验每一个活动，每一个农活，能够去知道自己的想法，来怎样帮助这个村民。我今天敲1桶和敲10桶。也不就是赚100块钱、1000块钱的差别吗？这不是赚1000块钱的差别。关键是我怎样帮助，我怎样帮助整个梁镇村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这个我觉得这是我的策略。这个村里面，我想不缺一个人，不每天都在想这些致富的方式。关键是有谁实施了。我刚刚已经有个非常好的主意了，你等着吧。你先把你该做的事儿实施了。村长，我郑重向你发起挑战，我赌我一定会成为最好的方案。不急着等着。如果你有最好的方案，今天为你没有打水的事儿而我责备你，我向你道歉。还有村长第二句话，你不要跟我刚刚去做编制栏，虽然没有成功，没有赚到1分钱，我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体验和主意，主意就从那里出来的。行吧，老乡，我向你保证，好，在劳动当中积蓄智慧。好，谢谢。我根本就提不起来，天哪，太丢人了！我再试一下，这个提不起来，我现在肩剧痛。我把水倒进去吧，倒半桶进去。哎，我如果每个半桶算是完成1桶吧，然后再倒进去。我们算一桶，就赚100块钱。对，当然。你觉得他挑的，他一桶都抬不起来，你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他不比我爷爷的力气。装满一桶水，一窖水，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吗？真的，我也不是个废物，但真的很吃力，很吃力，你知道吗？我两个肩膀都已经快酸痛的不行了。哇塞，太刺激了！你现在看我取这2桶水，我不知道现在有颜色了吗？有吗？
有没有？现在有吗？还正常？有了是吗？压力对我来讲压力很大，这个要完成这个任务。不好意思啊，今天只能赚100块钱。我确实是认为，如果我在这个村子里面，以我个人的能力，就算我是一个很强壮的人，我可能这6天也只能帮这个村赚个几十万块钱。但这有什么意义呢？全村几百个人口，你能帮助他们什么呢？就算你能满足他们今年明年的消耗，那未来的10年、20年、100年该怎么办呢？所以我觉得一定要通过干他们日常生活中干的工作和农活，去感知他们的生活为什么会跟我们说苦。刚刚那个吴大哥跟我说他的生活好苦啊，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我不觉得苦，我感觉我是在这里享受乡村田野生活的。现在我才开始有点感觉了，编一个筐我根本就不可能编出来。我现在想挑2桶水，结果发现我根本就挑不起来，我只能改成2.5桶变成1桶水。这就是感知，好吧，我去工作了。我们的体力活是最重的。这15000块钱不知道挣的多少。天哪，这得上山呢，不会碰见野猪吧？哎，把它翻一遍吧。还是老沈主要都靠你。好，你先坐坐就这样是吧？15000啊。我们是往那边，我往这边从这么走也行吧。哎呀，不行，收账。在这上粒粒皆辛苦啊！真是，今天浪费粮食还真是，这开点地挺不容易的。不容易啊！真不容易。我希望做一些体力的活，因为如果说到这里来做一些没有体力、一些女士可以也能做的事情，我觉得不能够体现出我的价值。这个太阳晒温度也高，36度的温度，晒的头还是有点昏，还是有一点不适应。这15000要那么简单，不是人人都干了吗？我们就要啃硬骨头，全是泡了，看破了，这也破了，都没想到这么快就起泡。我看看，我看看，起泡了那个手吗？我觉得找合作伙伴很重要，一定要找一个比自己能的人。就我要万一找一女老板，我们俩要耕着地，完蛋了。我跟老沈两个人都不是爱吹牛的人，不是那么爱自吹自擂的人，不像某些人太爱吹，真是受不了他们吹。哎呀，有本事像我们这样离地地。看见了吗？这片地不用说了，都在地上，快看吧，那最重要。当初选择这个呢，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活啊，我觉得太小了，什么收拾文具啊，那些都是娘们做的事，不适合我们。不适合我们老爷们儿。爷们儿就得干爷们活。我其实特别想知道支书需要我们什么样的帮助，您能跟我们也说说您的实际状况，然后您肯定不是希望我们过来就给您光刨地，就是您也大概聊聊呗。你们带来的跟我更多的思想在想啊，跟我很多的帮助啊，不在这里，不是山区，帮他出谋划策，什么都不变，这么劳累呢？收工了啊，接下来来看一下大家的劳动成果到底是有多少积分。并且换得一定的现金，也就是你们的扶贫基金。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先说到徐乐，徐乐一开始今天是编筐，后来因为难度太大，他索性放弃了。可以说是识时务啊。我倒有的时候觉得强人所难倒不是一种智慧。他放弃了之后呢，他选择了去挑水。
但是村长他选这活的时候很自豪的说学呗不会，所以说是我接下来要说的。实际上是他是成了两满桶，扁担扛不起来，倒掉了一桶，然后剩两个半桶，回来凑成了一桶水，所以他获得的积分是按我们的获得的工分是按我们的工分标准来说，一桶水是100公分，也就是100块钱。拿好你的100块钱啊，才掉100啊！哎呦，不要急嘛。今天挣的挺少，希望明天再接再厉。好，好的，好，谢谢村长。接下来是石小燕和沈东军，他们其实今天干的活应该是整个活当中，我认为从体力上来说是挺累的一个活，就翻地。吴支书，今天沈东军和石小燕他们翻地，总共一共翻了多少？你们看到的是翻了三分之一还是多少？翻了1/5了。翻了1/5，是合格的1/5。好，合格的1/5，6000元啊，总共是6000元，然后你们一人3000，好吧？没有意见吧？没意见。好，好，真的。我们这个是能看手的，全是炮，这还真不是装出来。你看，你看这炮，你看这炮，你看这全是炮。你摸摸。摸摸。嗯。你看这全是炮。这赚钱了，赶紧买手套。这都是炮。有钱了买几个手套。来，小燕、东军，一人3000。来，东军。哇。谢谢，谢谢，到我那儿租你的音响。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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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接下来是尹峰、刘家勇和海涛，他们今天去整理了教室。其中的过程的问题我先不说，值得你们今天晚上好好讨论一下。但是就整个这个整理教室的这个效果来看，因为这个是由我来定，我觉得是合格的，好吧？整理教室的工分标准是3000块。每人1000元，好，没问题吗？没问题。买海涛1000元。您先吗？您先吗？哇，谢谢谢谢。谢谢。不容易啊。不容易。谢谢。最后要说到的是当代的石船香。哇塞！请叫我粪王。陈浩今天挑了4桶粪，4桶，按照每桶5000块计算，是20000粪。而且由于我们栏目组限量，只能挑4桶，因为现金限量，否则的话他是要挑10桶。粪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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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粪王。这个挑完粪你会发觉人生都不一样了。跳跳跳跳出充满了芳香。就是陈总即使掏粪赚了20000块钱，我说句实话，因为即使是10万块钱现在也不会是让我们兴奋，并不是贬低这个工作，但是呢对我来说我要挑战很多我的性格中的一面，我就没必要。我通过别的工作，我通过别的劳动，我就能获得我应有的价值。我的定义永远不是以钱多少来定义输赢的。从明天一早开始，9点开始作息，我会在这儿等着大家。早来可以优先选工种，迟来的也许就选不到你想要的工种，并且你可能碰不到东家。这种情况下，你要你自己去找东家，自个儿找活干。听明白了没有？咱不惯你这毛病，我就在村口。啊，有事可以找我商量，适当的收费，好吧？一天的劳作已经特别辛苦了，大家伙赶快回去做晚饭，好吗？解散。我们晚饭就把我们中午剩的把它吃完就行了，对不对？可以吗？对，可以啊。不要饭吗？啊？不要饭，我吃剩。你们现在饿了吗？还没呢，我们吃饭一般都是8点、7点而已。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今天想做什么呢？我今天要做的菜有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煮鸭、酱鸡腊肉、涮鸭肚。哎，这些我们吃腻了，我们换点别的好不好？我们有红丸子、白丸子、3鲜丸子、4鲜丸子、酱肉丸。哎，这些我们也不想吃，我们今天就想吃点特别的。下个挂面，小白菜、白菜呀、酱油什么的。今天买的大白菜，
这个菜才本来是50的，咱花了35。咱这西红柿本来是50的，因为它烂了，咱花35，多会过。我去把菜洗了。啦啦啦啦啦啦，好开心呐！忙活了一天，现在去洗个菜，吃个饭，一切都变得很和谐，豁然开朗啊！我没有别的要求，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我一定会偷只鸡给它吃的。OK。哎呀啊！哎呀，太累了。我还有这个东西，多好。到晚上会更好看。我要先去洗澡。这水啊有一点冰。哇哇，你看太凉。一切事情啊也就是一个适应的问题。你看我刚来的时候，这个水喷到身上都感觉特别冷。现在往这个水啊往身上喷，往头上浇，一点都不冷，当然就适应了。哎呦，您帮我拿这个，然后你帮我拿帽子，我来拿被子。这翻地翻的都已经，来吧。来，哇，这水果摆的太真了，不是吗？太可爱了，我得把它拍起来，摆的太可爱了，太可爱了，像好了。今天这水还是村长帮我打的，那你们可离远点啊，小心。这烟，这晚上怎么睡觉啊？这全是烟。这一天下来，我就觉得坚持不下去了，都不知道到哪儿上厕所，然后在哪儿洗澡，然后那个床，我都觉得我今天晚上我也不知道我能睡得着吗？其实也挺崩溃的，但是想想这些孩子，他们不都是这么过的吗？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不能过呢？觉得我孩子太幸福了，觉得他们特别不容易。然后又这么有爱心，所以我也想替他们多做点事儿。其实来的时候特别犹豫，觉得吃不了这苦，应该是特别有挑战。但是刚才一看到这些小孩这么好，刚才主持人说你们最后一天会哭，其实我刚才眼泪就想下来，我觉得他们更不容易，我们真的太幸福了，想想我的孩子也，他们真的太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也应该代表他们来赎赎罪，来那个感恩一下，然后来体验一下大山的生活，然后真的从这个感恩的角度觉得真的挺不容易的，
生活六天，我都觉得我真的熬不下去了。可是想到他们都要在这儿上学，然后可能一年一千多的学费都交不出来，然后还要报名还是不报名，我真的觉得不难过。现在饿吗？我我不是很饿，我只是有点受到打击了。我感觉这不是一锅普通的牛屎，这是一锅新鲜的牛屎。看看新不新鲜？好新鲜呐、啊！没有，哇塞，牛屎四溅的感觉，好爽啊！吃饭吗？啊，吃得下呀、啊，多添胃口啊。但是人死的，人类都怕自己的死，所以我现在还是觉得未来五天我敢不敢挑战这个超困。天活，实在饿了，就是今儿中午剩的面条，单独吃吧。可是我实在没什么食欲啊！啊！哎呦，突然就想起大粪来了，怎么办？我吃不了。不，算了，晚上不吃了。大妈，这个我中午剩下的我不吃了，要不然你们吃吧。你不要。面条。你不要面条。我减肥，我就不吃了。谢谢你啊。哦，我们还没洗碗呢，对。我的杯子还在这呢。吃饭，我儿子吃饭了。好。那个，我们有那个老干妈，你们可以用老干妈泡饭吃。就今天中午你买的那900块钱东西全用完了是吗？你用自己挣的工分来养三个孩子，这人家自己家是有饭吃。他们愿意跟我在一起，你看走到哪他们都紧紧的拉着我的手，就是做母亲的就是这样，就是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你们一家四口是要成亲的。哎，你们觉得这个饭菜好吃吗？好吃。你没有，你没有这个好辣呀、啊！你没有菜，你没有啊？对，我就吃点菜就行了。我吃点这个面条就行了。你把这个面送我。我们可以这样。等一下，我们可以这样，用点辣椒放上去。好。这是老干妈多少？100块钱。平常不是，平常不是8块。8块钱啊！这个是黑店，黑店才卖出去，知道吗？黑店才卖出来的。对，你自己吃到你的碗里吧。来，我先跟你们分。吃的好开心是吧？耶！小心，你看我，你看我。哎，帮我倒一下，先帮我倒一下，我吃不完。我每天其实。无论自己有多忙，或者都要给自己一个健身的。想当年，我是真正从180就减下来了。你从那边往我这边弄吗？我，你那边往我这边。谁知盘中餐，还粒粒皆辛苦啊。涛，你告诉我怎么弄，我来。你只要弄一桶就行。晚上喝点白葡萄酒。不要跟肾王聊价钱，他消费得起。你不是上这儿来找幸福的。
情，咱们是不是也能对结果负点责？因为你是个老板。这回节目我咋这么说句话？我觉得是我自己挺欧了，你们怎么评价？